定会来不及了。对啊，只一张。大哥，可不可以讲讲几句？对啊，我们散完音之后再讲。好。今天这个今天等于是调解庭，那我们有跟给予权健这样这个对谈，用视讯的对谈，还在沟通中啊。我们是希望说，因为为小孩的利益，那我们希望两个都一起到我们家。那权健目前还在考虑中。那今天就只有这样，没有什么结果。他可能安排下一次再调解一次。你有没有话要讲？那我们想问一下，就是你知道说陈建在院子离开后不到一年就有新的对象，这个你不知道吗？这个我不晓得，你看，真的都不知道。我也不想去了解，不想去了解。而且他这么年轻，我有鼓励他了啊。你要交朋友的话，你就去交。也不要忌讳我们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年纪还轻。年纪轻啊，哎、啊，那但是要教好一点的，这样。你刚刚跟他视讯，他看起来怎么样？因为他现在是瘦家。你看他头发也都没剪，这么长这样子，我们觉得看得也很难过，真的。心酸啊。很心酸啊，谢谢各位哈、哦，谢谢。拜拜哈。